来了，粉丝上单了一斤龙江猪脚，看一下这一块，可以，我瘦。龙江猪脚一斤二两，多了二两，粉丝二两还是要切一点的，切个肥的出来啊，不切这块瘦。看一下，好，刚好0.5，哎，多一小块给他。老板看不见，老板说这个不管他。哇，这一块都是肉啊，他一拍才有灵魂味。嗯，这一块放上面比较，因为都是瘦的，这一块这样切一刀，拍拍拍拍，还有节奏感了，我的呀！等一下，耶！OK， 搞笑了解，好，可以打包发货啊！哇，这一斤龙江猪脚，瘦里瘦气的啊，然后酱汁另外给它装啊，可以。